经理，你有关注那个整形后坐飞机结果导致爆头流血的新闻吗？有啊，很可怕，不过幸好他没有生命危险。医生就说他手术之后恢复良好，结果呢，因为高空的压力又崩裂流血。除了坐飞机呢，好像还有其他事情呢，整形后都不能做的。那等下请专家一问问揭晓吧。